题组六，第一小题，资料夹及档案的操作。首先，开启我的电脑。C 槽，在 C 槽根目录底下，建立一个考生姓名为名称的新资料夹。再来开启，并且检定用档案。搜寻 DOC 档，复制贴上 GIF 档，复制贴上。再来，题目要求以档案名称的大小由小到大排序，点选名称，由小到大排序 ，print screen 截图，开启 Word 档，贴上。在此资料夹底下，建立一个准考证号码为名称的新资料夹，点选类型，将 GIF 档复制到刚刚的资料夹内。题目要求依照档案的大小，由大到小排序，点选大小，由大到小排序 ，print screen 截图 ，Word 档，贴上，存档 ，C 槽，刚刚的资料夹内。建立一个新资料夹，名称为测试结果。档名为考生姓名，座号 -1。储存。这样就完成了。